真花点儿，真疼了。到底活了最后一个王建，陈硕该上场了。今天的节目是我最爱听的，也是我点的，叫《解放战争风云》，掌声起来。去肾功了，腰不好，上来有床戏去，也是这个怎么不是为了艺术呢？就娶周杰伦、毕福剑去吗？不娶我去吗？是不是？你还年轻，就是，谢谢大伙。对，这个隆重的介绍一下，我。别朝我这儿比划，新生代相声专家，专家表演艺术大师，著名节目主持人，您伤的不止腰吧？脑子受什么刺激？上来这么介绍，王自健，得益于自己的努力，酒也没接你，领导的重视，对对。社会各界朋友的抬举，仅此而已。但是呢，我说半天还是没我事儿是吧？马上要说您了，我不容易，也得说我这个搭档，不容易。陈硕老师，是我了不起的人啊，那不敢。而且来讲，人家呢，家里头那个怎么说来着？叫书香门第，就算是家里头太好了。一辈子就是叫怎么一方豪绅。不是，怎么叫一方豪绅呢？这个世代书香，豪门大户，嚯，豪门大户，豪门，这我是怎么着？这叫豪门呢？这个什么豪门大？豪门的豪多豪？你叫豪多？说这意思，家里有钱，完了呢，身份也高，是吧？在家了，尤其他这样的大少爷央子，日本人那是叫央子啊，这个。他说那有钱人家小孩不小好，那个央直寡子弟，这是什么乱七八糟？直寡子弟，跟家庭英没什么关系吧？这个纨绔子弟，玩裤子子弟，哪儿瞅还玩裤子呢？有什么？不是纨绔。纨绔子弟，是家里不干活，解放前就是，他爷爷就有钱，到他爸爸，到他就没干，家里大少爷央子嘛，谁干活？别央子央子了，是吧？好一日本娘们儿，你说这人听着像什么样？大少爷央子，对，少爷央谁干活？解放后不行，对，都劳动人民，是，他跟家不干活，是吧？他妈就老恨着他，你跟家你一个手指都不带动啊？你生气吗？跟他妈就是，幸亏没初中这个，不可书香门第啊，书香门第，就说这意思吧，就这么尊敬老人，这什么尊敬什么了？动一，意思什么？说这意思，家里头，尤其他父亲也了不起，怎么说那个文人，就这么说吧，大文人，好家伙。天天跟哪儿都飞，逮谁盯谁。中文吗？不盯人。文人，我大文人。文人呐，文人墨客。文人就怕蝙，就怕蝙蝠侠跟蜘蛛侠。还是蚊子啊？文人就怕，就蚊子们。你啥 ？Spiderman 跟 Batman。蚊子们。乱七八糟，这英雄啊，什么英雄啊？你蚊子能赢文人呀？是，没得虫子兵啊。就是文嘛，就特别文，文墨之人。这个怎么说呢？叫著名编辑。编辑什么意思啊？父亲，编辑，编辑啊！著名的对北京中央电台编辑。倒是北京是中央的呀，就中央，中央就在北京，知道吗？搞分裂不行。谁？中央就在不在北京？我知道在，不在西南，知道吗？就是别。没问题啊！中央是不是在？你说是不是在北京？是，肯定在啊！千秋万代都在这儿，你像别。
这是什么挨立场？不是，你别说北京，北京电台，中央电台，这中央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，还人民的，天天听这玩意儿，我难受啊！这啊，没听说过人民，东北吧，东北吗？没听说过。你原来我老北京人，有这个东北口音，你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剧名编辑，剧名叫什么来着？陈连生，陈连生，哎，我父亲姓陈，名连生，字自健。你什么事啊？碍着你什么了？没有字，怎么新社会不带字？这新社会不提这字了，哎，不是不提就没有啊？就对，陈连生，陈老爷子，著名编辑。这个为咱怎么着？为我们这个起码说曲艺行业，再说小一点啊，相声行业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抹它干嘛呀？磨灭，不可磨灭的贡献，是永不磨灭的贡献。这啊，这玩意儿，咱就说在相声啊第一次高潮期，都凭什么变？第一次发达时期啊，不叫高潮。那么张坤先生啊，是哎，这个李文华先生，孝林先生，对，李国盛先生。等等等等，对，牛群、冯巩、刘伟、马季，哎，是，就这些位啊，那个时代，那都是靠他爸爸红的，那不敢当，一臂之力。那会儿这什么呀，有相声大赛，哎，对，哎，全国相声大赛，这边参加他爸爸评委，是不是评委？那会儿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什么关系啊？就形容参赛者跟评委那个关系啊，一个老词儿叫潜规则。潜。很文雅的一个，这还文雅的味儿啊？那号那口能有我吗？你说这没听说过，不叫潜规则，没有。这么说很不文雅，这废话。文什么？你叫断袖，这我还是那个啊？对呀，有懂的。这是没有，不是那层关系。龙阳君啊，什么什么？演员之间的，演员之间的断袖关系，你得现在叫耽美啊，耽美行了，别老糟践这字眼。那时候也是响应小平同志的号召吗？响应什么小平同志？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，是小平同志说的吗？是啊，所以他们就搞这个1010的世界。这什么这二进制，对不对？我一看路上那边走，没一句话。怎么说的嘛？反正就是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。哎，这应该的。他们在你附近觉得啊，这个小伙子，我这个作品不错。还有心术不正，作品不错。别色。那会儿看姜昆长得漂亮吗？哎，是。哈，这个作品。名字也很好啊，想入非非，你这啊，这你都不知道是不是？哎，还有人笑林，哦，这个大痦子，盯着看着，说是啊，说作品好，演作品好，作品好，托你一把，哎，对，这个就成明星了，对对对，多少人刚才说的姜昆，什么赵岩，对对，什么刘伟、冯巩、孝林、王千祥、李增蕊，就这些人，都是他爸一托，就是哎，跟他一托成名。演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要一托成名啊！我刚才这么托呢，你敢这么托？这是一托成名，你先行吧。不要到身上，你看像那花标奖，你这下下下，这花标奖都拿这么高，飞天奖，没有没有，这个金鸡奖，哎呦，百块的地摊儿了，金马奖，哎呀。
芝麻奖，金钟奖，是是是，琢磨去吧，琢磨什么呀？成名了，反正就很了不起的人，哎，确实老色狼，什么了不起？到退休的时候，你说那身体还能要吗？活下着了，那就不错。对国家的曲艺事业鞠躬尽瘁，哪儿看出鞠躬尽瘁来了？他一鞠躬，后头碎，就招这个，就是鞠躬。行了，别来这个了。啊，没一句人话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辈子干，就是一辈子干曲艺，哎，对对，很劳累，很劳累啊。完了呢，到老了，当然了，国家也是给了很多的荣誉，这国家的家伙，哎，给了很多的荣誉，什么最佳曲艺编辑，哎，给了中国曲艺突出贡献奖，是是是，什么什么最佳电台编辑奖，什么最佳文艺爱好者奖，是。最佳文艺作者奖，对对，反正是你到退休那天嘛，就这些个奖杯奖状锦旗，是就都买回家的，你都买好了，一个一摊儿是吧？全是自己趸来的是吗？是国家发的，说这意思吧，嗯，为什么说你父亲干这能干得这么好？你说相声能说这么好啊？为什么？他搞了一辈子的相声，对啊，演员，你现在。熟悉了，是你别大喘气吧，这个他们乐了，我不能不停了。你这，你是不是没教过你让包袱口的这个行话？真不懂，外边搞了一辈子的相声，哎，演员们对你很认可了。哎，你这么一干相声了，他们呢，等于说你这算子承父业。你别往这儿，是吧？哎，是是是，子承父业。嗯，那说你爸爸为什么广播事业也搞得这么好？嗯，也算是啊，有传授。哦，有传授。祖传的是吗？那是谁传的？这是你奶奶。哦，那就是那都你奶奶呀，你奶奶。哪个咬牙切齿的呀？我奶奶是不是？我奶奶也搞曲艺的，我没听说过呀。不是搞广播的。啊，搞广播的，著名广播。嗯，播音员，我那也了不起啊！那意思，那是49年以前参加工作的。嚯，那时候了不起，最好家伙，那什么，就是你奶奶的广播呀！你奶奶那么难听啊？那怎么说呢？他老人家，陈佩斯的包袱也用是吧？就贪老人家，哎，贪老人家，你这是拽了啊？没那个贪老人家吗？他一个心代表尊重哦，看老人家，看老人家，哎，这个广播作品啊，嗯，现在人知道的少了，岁数太大，但是说搁过去，嗯，那就是了不起，都听，就跟今天新闻联播这些主播一样，比他们还厉害啊，李修平，嗯，李瑞英，是是是，尤其罗京最像你奶奶，奶奶什么嗓子呀这是，啊，就拿男跟女的比了，地位像，多大腕儿，地位上，嗯啊。最好的一次广播，嗯，最知名的啊，49年10月1号的广播，你奶奶播的，一直，是，我先不考虑你口音啊，先，开国大典那天，你奶奶播的，了不起啊！各位可能没听过的，是是是，我给大家瞧一瞧，哎呦，太好了，珍贵的录音，开国大典那天，哎呀，没有。精神学多好呢！哎，提到这个时刻，他是这样的，播音是这样的。哎，好。先开始牵针儿，响。对，哎，完了以后播音的声儿啊，哎，中央社10月1日重庆电，向总统于昨日飞抵重庆，召开总部大西南支军事会议，胡宗南长官指出。我国军将士整个来看，立马莫兵，以有我无敌，有敌无我之势，巩固重庆之防务，阻击各路流窜入川之共匪，防务固若金汤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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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句。这是你奶奶，你不是这么着吧？这不是，那跟你说的，好家伙，10月1号吧，你开国大典吧，我就给扔那头去了。不是扔那头啊，啊，他企图在那个邪恶的城市搞邪恶的颠覆运动啊。哎，这怎么干？他怎么这么干？哎，对吧？来，有人说什么？这你奶奶这还算不错啊，是吧？后来跑台湾去了。哎呦，哎，跑台湾去了。相对之下啊，你爷爷就好很多了，是吧？那我爷爷是咱们共军这边的，也不是。你没好合着。他呀，算是为咱们呀，我军俘虏的啊、哦，哎，抓的俘虏。哎呦，也算是回到人民怀抱就不错了。哎，反正说这意思吧。哎呦，好好。哎呀，怎么着？当时啊，他比你奶奶呀军衔要高，是吗？那个、哎，他是一个呀下士。下士。我奶奶还干点什么不干了？我全国人民都封起来，就一下士呢。编外的，编外临时工嘛。还没抢没得呢，是吧？不是，你奶奶不，你奶奶就上位了啊、哦！我奶奶上，你奶奶到底谁高啊？这个，你奶奶下是你奶奶，不是原来啊，跟着你爷爷那会儿他没官，后来你爷爷逮起来，他一跟别人他就上位了。你这么个上位啊？我说他就成功上位，行了，没错，没那事，还一脱成名。你先别，我这还有传说是没听说。哎，乱的是啊！就说我就说这，你奶奶那会儿上位啊，你爷爷那会儿啊，少校，哎，这你也就高，军官很大，嗯啊，尤其那会儿在谁的指挥之下？啊、谁、啊？在傅作义，哦，华北剿匪，哎，华北剿匪总司令部，对，那是总指挥部，嗯，在那儿呢。他呢，但是他平时这样、不穿那个匪军的军装啊，不穿不穿国军的军装，那、土穿哎，他穿美军军装，嘿，那精神啊，那个哎，为什么呢？他呀是也是这个军统局嚯、派他进入的这个美军的空军伞兵总这个指挥部哦，伞兵指挥部，美军当时支援国民党巩固北平防御，是在保定那块设立一个空军伞兵的一个指挥部哦，在那儿有美国的顾问团，对 对, 对，哎，指挥部的总司令是一个少将哦，少将，美国的一个空军少将，还有一个呢，他的助手是一个上将哦，一个上将，美国一个上将，是是，你父亲呢给这俩人啊当这个翻译啊，当翻译，同时的兼副官。兼副官啊，哎，兼任的副官是吧？哎，对，伺候着你。是是是是是。后来呀，这美国人就天天跟着人家嘛，穿美军军装，好，哎呀，大檐帽是，哎，戴着美军的那个哎领章，陈秋英的那个领章，对对对，这虎头战军，五彩虎头战军，怎么改评书了这个？啊，什么叫五彩虎头战？美军的那个。飞行员，空军的那大军靴，哎，那漂亮，倍儿来劲，天天走路咔啦咔啦，这气氛，没影儿啊，这怎么？咔啦咔啦的，你觉得美军供给的，你父亲的身材穿得进去吗？哪有小号？你父亲个矮呀、啊，没有小号的呀，哎、个儿特别矮，你这喜欢唱快板，你这后台还送一道是吧？不是丁志恒，谁呢？谁呢？是。跟镜子有关系吗？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没那么矮。就说这个儿啊，脚小，哎，是脚小。过去讲究缠足嘛，哎，对吧？缠的嘛，老爷们缠什么足啊？这啊，就是新鲜好玩，没听说过。反正说这意思，穿那个那美国空军军靴，哎，这天天咔啦咔啦倍儿来劲，哎呀，实际您看着给人家啊兼副官，实质上是军统局。毛人凤，派的这个地方当特，哎呦，还是个大，哎，老毛特，哎，是是。毛笔的，毛人凤派来的，哎，对，毛人凤，哎，就说这意思吧，对，天天跟着人家耀武扬威，那是耀武喝令的，是是，特别好，哎，特别特别好，然后呢，有一天，这爷仨呀，啊，准备呢
上这个天津啊查一下防务去。哦，北京天津查查防务去。嗯，你知道人美军军官跟国民党军官不一样。怎么呢？人家军事素养很高。对，这倒是。国民党军官尤其到抗战这个解放战争后期的时候，嗯，就无心抵抗啊。这倒是。哎，解放军一过来把枪举脑顶上，哎，跟地一跪，美其名曰叫起义，是吧？什么叫美其名曰呀？哎，就是起义，实际就是叛变，就是投降了嘛。别说话，就投降了嘛。哎，对，就说这意思，实际上就没有战斗力。对对。但是美军不是，嗯，人家是为自由而战。嗯，我听总统，总统让我在这儿打，我好好打。对，人家这个这俩人尤其是啊，嗯，西点出来的，不西点军校，你琢磨了，那什么不会？那什么叫气死蛋糕？飞行器。好家伙！是，过来，你别蛋塔做的最好。哪个西点呀？这个人军校。西点吗？做哪个西点？不是西式点心 ，West Point 的，这西点。再教你就不够了。再说一遍，不一样。对对对对，西点军校，美国全世界最大的军校。西点军校出来的，好家伙，那了不起吗？了不起啊！哎呦，出来之后，每个人都是雷锋精神。雷锋嘛，这说那意思，嗯，得好好考察考察防务。是是是，上了飞机飞过去，空军嘛，对呀，从保定过北京，哎，飞到天津，是挺好。一会儿这人他得琢磨，你琢磨什么？哎，这泽泽，你爸爸得请示啊。啊，是啊，将军，煎的肉，煎的肉，你非得找来着。咱们吃点什么去？你去啊，喊个饿饿。哎呀，这将军没说话呢。嗯，那个上校说话了。对对，咱们就吃点嘎巴菜吧。吃点嘎巴菜。不是美军上校，天津口人语言天赋很强啊。坐在保定那儿一段时间，保定话说倍儿溜。驴火吃下去，把舌头过。你这就过掉了。哎，完了以后呢，去过几回天津，吃了几回嘎巴菜、大饼、卷果子，啊，一下天津话说也特别好。当兵兵嘛，吃嘎巴菜吧。哎，行，嘎巴菜吧。哎，行行，对对啊，飞了半截儿，嗯，快到天津了，傻了。啊，怎么？正赶上啊，嗯，解放军解放天津。来，行。解放天津，平津战役到后期了。哎呦，正解放天津呢。嗯，正这功夫呢，底下呼呼打挺厉害，是能看见。哎呦，飞行员过来了。嗯，报长官。啊，报长官，这个天津咱去不了了。啊，为什么呀？你看，先生，让着将军说句话，让他歇会儿。为什么呀？啊，将军，您老人家亲自问问吧。你愿意，将军。将军。啊。语言障碍，你是没障碍，你怎么教人家手语啊？你这什么手语，哎，听说过，特别特别好。哎，当然了，因为他这个哑巴也出了不少的事故，那是少出不了啊。他原来当学徒的时候就这样，还学徒啊？哎，他原来当学空军学徒的时候就这样啊。他坐一辆飞机失事啊，是就他一个人，啊，就他一人活了。怎么就他活了？就他一人活了，黑匣子摔坏了，火没办法，找他问吧。怎么出的事？他不会说话，他手语吗？对啊，手语吗？跟他说，嗯，问问你，嗯，刚上天的时候，那个机长、飞行员干嘛呢？啊，还飞机呢？啊，那他那个女副官干嘛呢？女副官，行了，不，哦，看记录哈，啊，飞行记录。那坠毁前，啊，那女副官干嘛呢？女副官干嘛？飞行员干嘛呢？啊，啊不，喂，那你干嘛呢？啊，啊，喂，这货没给枪毙了，还发到国军来当教官了。这美国人都什么斗志？这就算流放了？这弄过来就算流放了？没法打胜仗，就剩这也沾着了。人家经过掉座的飞机，他没死过。你这是害人！你论吧。哎呦，这回到这儿了。哎，你来啊。哎呀，这是啊！我们讲的是嘎子，送个礼物，就去了。
飞行员很作难啊，长官您自己探头瞧瞧吧。哎，好，那飞机场炸一坑一坑的，哎，是能玩弹球了，知道吗？哎，多大一块弹球了？哎，你看那劝业场那匾，看到没？大楼。不是，您赶紧回去开飞机去吧。我看您劝业场那匾了，您是啊？你爸跟着啊？哎呀呀呀！哑巴也是呀，爷开着呢，没关系的。那劝业场那快塌了，就全是尿炕似的，这扒了一下就倒。哎，行了，赶紧滚卖吧。啊，张先生，哎，叫飞过，飞过，飞过，回北京，北京，啊，北京，你当翻译呢？这叫北京啊！哎呀，行，这学聋哑了，这上校一看，行，回去呗，哎，回去呗，回北京呗，回北京呗，哎，吃个炒肝也是好你吧。行了，我打了个水瓢似的，别倒我吃了。报长官啊，回去。怎么了？我事到如今，我说实话，飞行员全撂了。怎么了？我呀，您也知道，咱们现在剿匪的这个形势，嗯，这么好，灰心不灰心？您早丢了。这个我们呢，也确实待遇也不错，啊，三个月发半饷。您三个月才发半个月的工资？我们实在是活不下去。哎，您不聊天。我呢，就跟机场加油那孙子呢，嗯。我们惦记啊，倒点汽油卖一卖。哦，这么干啊，倒点汽油卖一卖。我们把这个汽油啊，这油桶化妆一下，化妆，哎，当成别的物资运出去卖给解放军。啊，我们这叫中国石化。你这个，别叫这名啊，哪叫这名字？石油啊，化妆一下。这化妆的中国石化，石化。哎呀。这因为咱们这飞机呢，本来到天津啊，我想着到天津的天津机场啊，再加半箱油，咱们就够回去的。就是的，所以我就带了半箱油啊。这玩意儿，尤其刚才一有气流啊，就费半天。本来到天津都准备迫降，你这这个，现在你要回去也是不太可能了。怎么办？啊！我们怎么办啊？上校翻译啊！这个飞机，嗯，还能再飞多长时间啊？本来呀，还能飞个五分钟，哎，五分钟。但是呢，你没副官呀，他开去了，哎，这就直线奔下掉呢。哎呦我，直线奔下掉，是啊，哎呀，哎呀，这倒不聋啊，那你们怎么办呀？就是，别翻译，直接说，怎么办呀？哎呀，怎么办呀？啊，这飞机上啊，一共有三个降落伞，哎，我背了一个，我就先走了，你们仨人。自己琢磨吧啊！说完话一踹门，他呲溜塌下去了，塌下去了。哎呦，你爷爷这开飞机呢？这这不是忒来劲了这个啊！哎，你看，哎，怎么奔起来就不往起走啊？你这什么？好玩，欢乐谷也就这样啊！你这得爱欢乐谷，太好玩了！赶紧给叫过来商量这事儿怎么办？就俩伞包吧。咱三个人，哎，三个人就俩伞包，哎，准有一人呢得办白事。哎，再废话，知道吧？哎呀，这样吧。美军那个将军起来了，嗯，少将，我军衔大，哎，我能跟你们争，哎，对吧？说着话，抢起包来跳下去，你这，呲溜就下去，还虚晃一枪的什么玩意儿？哎呦，剩下俩，哎呦，剩下俩人就一包，一个伞包，哎呦，怎么办？哎呦，这俩人感情很深的，哎也是，你琢磨去吧，嗯，给人肩负官，嗯，感情很深。嗯，交情什么样算深？嗯，一块扛过枪，一块嫖过娼。你行，别说错。一块当兵的，一块扛过枪，交情深啊！哎呀，尤其这人这中文也很好。跟你爸爸商量，跟你爷爷商量。我就带着我爸爸。跟你爷爷商量。嗯，我说老陈呐，你看你咋又来了？事到如今，嗯，就剩下这一个伞毛。哎，你说咱们俩这个矫情，嗯，我也是远渡重洋来的。是。我要是死在这儿不，我算是回不了家了。不是，咱这是飞机，是一长途车呀，咱能不能别这味儿？就说他那个意思嘛。但是吧，大这个矫情，嗯，说着话把伞包拿起来，就这一个伞包，要不还是你背着？你这流氓假仗，宽说吧，您自个儿玩去吧。您看那这人啊，真是太当时腿当就起来了，倒不是吗？奔地一跪，抱着腿，你可不能走啊！就这气性啊！哎呀，你别说，出去！哎呀，别！但是我们这是别毛啊，别毛啊！这
说着呢，你爷爷跟钉子密啪，哎，怎么墙角还一伞包？哎，等会儿，不是这伞，不吗？咱俩谁都死不了。哎，怎么的？还一伞包？不可能，俩伞包？不可能，不得意吧？啊，就是你偏这一，哎，说出大钱来，我也把这个伞借人来了。鸡贼！哎呀，你偏这一，不吗？你看这是不是？说着吧，你爷爷背上，你看，哎，一样吗？呀。这可新鲜了，是啊，呀，快点，啊，俺们那个哑巴将军啊，抱着我的军胯下去了。你，别，早就该摔死啊！不但是哑巴，眼神还不好，背着一大包就下来了，这怎么教国民党的空军伞兵啊？这连伞包、大包都不认，还教伞兵？国民党打不赢就在这儿了。哎呦，你让美国人坑了！哎呀，你算吧，行了。咱们两个下去吧，下去，咱俩下去，哪儿兵坐去？哪儿兵会合？你爷爷这会儿还玩一个小龟蟹，还有龟蟹啊！郊外的土耳其浴池，清真寺会合，有烟有炮，不过脱险的事儿，这俩人突就下去了。哎呦，哎，今天这阵飞呀！哎呦，小别扭，太好了，伞一打开，一望无际，其实心情很好。你这虽然打了败仗，一看就这么漂亮的风景，哥，哎呀，你爷爷双臂张开，哎呀 ，Every night。这摔死让淹死，这个说这意思吧？还有这闲心？没关系啊，俩人下去，哎，下去之后，找地儿把这伞包给埋了，赶紧的，埋上之后，怎么天津了？去不上，那肯定北平，回北平，回北平。别，没历史常识啊。这说的不对了，怎么了？那刚才说的解放前京了，对吧？那时候整个华北啊，我告诉你，就仨地儿还在国民党手里：北平、天津、塘沽。哎，塘沽是去不了，北平、天津中间连着河北一大片，全都是解放区。不但解放军有大军，当地百姓跟咱们一家的，瞧你国民党打死你！你跟你爷爷就比不了。怎么又？你也别往军统局派来啊，老牌的特务。又怎么了？有的是招啊！有什么招啊？有的是招啊！啊，不是穿着军服呢吗？我也没军呢。把肩章、领章、袖章卸了啊，变成一身素军装啊，军便服。军便服啊！啊，到哪儿去？老百姓没见过当兵的，这个碰见谁就说我是解放军的啊，就穿上不就完了吗？穿着这个军服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行，我爷爷行。你都是中国人呢，你穿上你好蒙，旁边还一大洋马呢。大洋，您告诉解放军，蒋军哪有这勾鼻子靠眼的，这黄毛哪有这玩意儿？你这白求恩是不是红军？别跟啊，提白求恩干嘛呀？就说这是共产国际的不行吗？共产国际的，就说这苏联红军，苏联红军哪个？就许美军有军事顾问团啊。我军就不能有军事顾问团了。你要说有红军的苏联的军事顾问啊，这也到了，蒙不去苏联红军，行吗？那就说你就苏联红军了。哎，是，记住了，行呗，那我就苏联的，我就苏联的。哎，行了，俩人走吧，走吧。哎呀，俩人这平时这大虎头军靴啊，看着挺来劲。是啊，走路踏踏。对，这一翻山越岭不好使，不是干的，脚都磨尿泡。哎。这爷儿俩，走了一天一宿，瞧瞧，一天一宿啊，哎，没吃没喝，是饥寒交迫，哎，就这样，这他怎么弄上手了啊？这走在这儿啊，哎呀，有一小坟包啊，坟包，哎呀，这一看呢是个新坟啊，新坟，美国人建议给刨开，干嘛呀？万一有口肉吃呢？你绝对会，怎么变态是吧？这多饿呀，不能吃人呢这个。陪葬的有肉有火腿什么的，没听说过，埋在郊外都是穷人啊。说这意思吧，这躲开鞭炮，哎，是我站上瞧瞧，哎，瞧瞧，你爷爷站在坟头上是单捞远望，你行了，就别使这身上了，远处看见一小孙子，哎呦，有孙子，看这路啊七八里，哎，行，眼瞧就能到，哎，有人家孙子就那么大概50几户人家啊，不大，袅袅是炊烟升起，晚上了，呵，你看这高兴了。刀剑吹，浪起黄昏照大地。都饿成这样，你就别走走了去。说这意思吧，走吧，奔那儿去。到那儿去，天可就擦了分儿了。可不是，一进村有一第一户人家，等不得了，哎呀，就拍这个门吧。就是他，这是河北农村地界。对呀，你爷爷刚过去开门，让美国这上校拦住。他拦什么？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还等一会儿。
我去教问题，我让他去。哪这个河北话比你说的好啊？学门外语多重要啊！哎呀，到那儿去打问，啪啪啪，开门呐！我们是解放军啊！开门呐！这里头听脚步声一响，噔噔噔噔噔，出来老太太。哎，是。开门之前呢，这问了一声，山爷。哎，是。问了一声山爷。是。问门口是谁呀？对呀。正要开门问山爷，美国胜利，赶紧要报名。我叫汤，汤姆还没出来捂嘴了。哟，可不是。我苏联人。苏联。苏联没有叫汤姆。哎，没听说过。是不是？是。我全苏联名，苏联名。赶紧喊，我叫弗拉基米尔·伊利奇·康斯坦丁·米哈伊罗。老太太刚把门开开，当就关上了。关上了，住不下那么些人。谢谢。学苏联都学死行了，这谁让你报全名啊？你爷爷都愤怒了。哎，是是是。废物，报那些头了那些干嘛呀？直接说简化的，连宁，行，你瞎了吗？我这，我死好几十年了，你这你报错人，你这，我去，我出列宁，你这，我来，什么脑子？我来，开门，哎，解放军，有的，开门，什么解放军？老太太开门，谢谢，嗯，我是，哟呵。老太太说：“老乡，哎，行，你别白搭白叫我了，别变了。我们是嗯，工农子弟兵来在深山。哎，行行行，啊，不是调河北了吗？调华北还是调东北去了？我这哪北五山了？这个说这意思吧？没有，说这个老太太就是解放军来了，自己人奔礼让子。一进来场部，那么老高一白色啊。”这是谁呀？啊，哈，这是苏联特别员，不，指导员。哎，对，指导员，对，不是特别员啊，指导员。指导员，先别说错了啊，指导员。哦，行，赖呗，赖吧。哎呀，早就盼着你们赖呀。是，那哪个可是啊？早也盼，晚也盼，我双眼，谁知道今日你打不完心眼神山，分离队伍累到啊，命啊！这俩人还唱艺术，你分去，这什么呀？这都是让进去吧。老太太家一三合院，哎呦我，两间厢房，一间北房，就给他平时老太太住在北房里。是，一听说解放军来了，赶紧给让到北房。军民鱼水情，要不说这个国民党他就赢不了。对，老百姓的心呐，都是向着咱们的队伍。对对对，是不是就给让到北房里去？是是，到北房这么一住去，老太太扭身出去，这俩人呢，跟北房看看，把这虎头战靴一脱，哎是，拿这针呢挑六炮。呵，还有炮，跟哪儿还有俩人挑的开心呢？啊，你轻点啊！早点不就响了？哎呀，炮，是中没了，是中没了。老太太还当过地主啊？这是什么老太太？趴着看这个？没了。扯亮炮吧，正挑着呢。斜眼一瞟，有一被窝肚啊，是盖被窝。被窝肚上面放着几件啊，男人的土布衣服，土布的衣服。甭问，不是这老太太她丈夫，就是她儿子。不是你琢磨这干嘛呀？你看呀，你爷爷跟那美国人一上来，哎，我说，一会儿这衣服拆了吗？啊，咱们可得给顺走啊，顺走干嘛呀你们？为什么呀？哎，你这傻样，反正不熟。哎呀，行了，傻样，不熟，小傻样，这多精神！哎，你这多精神！你废物！咱们穿这毕竟是军装，对，老百姓好吗？碰见卡子怎么办？哎，解放军蒙不了。碰见卡子怎么办？嗯啊，咱们就穿着这土布，咱们就老百姓了，知道吧？嘿，过卡子好过。不是，你说这都什么国军？你说人家给你吃，给你喝，让你住，还偷人家。正这哥们儿，老太太一听没什么动静，推门可就进来，干嘛呢？上面去拿着一笸箩啊，里头呢搁着一罐子开水。哎呦呵，几个呀，棒面窝窝头，人还管吃管喝。往这儿这么一放，没有什么好招待的，是是是，就是这个了。是是是，咱们自己人呢也不跟你们客气了，是是是，你们就吃这个吧。是是，老太太扭头出去了。哎呦，这俩人说这个
哎，吃吧，吃吧，你爷爷是有香，哎，是是，哎，怎么也是中国人呢，是热做糙粮细做，嗯，瞧这，哎呦，真香，美国人不行啊，美国人不行，嗯，哎呦，这怎么弄啊？是是是，这怎么能，这怎么能吃啊？是啊，想叫那老太太换点好的，哦，正这功夫呢，老太太想到了啊，没个下饭的东西，哎呦，又现给切了半个咸菜疙瘩，你瞧这拿进来了，嗯，正进来的功夫啊，嗯，美国人跟你爷爷正拿那衣服跟自己身上比呢，还比划呢，正那比划呢，嗯，老太太一进来，嗯，呀。鼓的衣服呢？鼓的那衣服，美国人当时就坐地了。我的天哪，啊！我怎么听见家乡的话了？家乡话，太有家乡了。这个老太太会英文呢？英文呢？她跟我说晚上好啊。啊，鼓的衣服条条晚，这叫晚上好。她怎么跟我说鼓的衣服呢？听错了，当时冲老太太一鞠躬，啊，鼓的姨夫呢？哎，这什么呀？这是鼓的姨夫呢？还挺有礼貌啊，姓呗，鼓的呗，哎，鼓的呗，咸菜疙瘩，哎，是吃呗，吃吧。老太太走了，哎，是。哎呦，美国人吓坏了，是啊，这怎么办？但是饿呀，嗯，也得吃，是是，吃不下去，是咸菜，美国人吃不了。口袋里啊，掏出两袋那美军配给的奶粉啊，哦，小袋那绿的军粮奶粉，是是，搅开了，嗯，拿开水一泡，冲点奶喝吧，喝点奶啊。把这棒面窝头掰碎，掰这里头，哎，弄成这个牛奶味的玉米粥啊，就麦片粥，麦片，哎，喝这，啊，正喝的，嗯，正冲奶呢，嗯，老太太又进来了啊，哎，吃差不多，收拾收拾吧，我正看着冲奶呢，嗯，老太太说话了，嗯，行，鼓的耐摇，到晚安来了，哎呦我去，别说这老外，嗯，你爷爷都想跑了，哎，对，还是翻译，一回是蒙上了，是两回呀，啊哎，老太太不落底儿啊。啊！我冲完晚上跑，改说晚安了。哎，是，跑吧，推炮想跑，脚上炮太疼了。哎呦，我不实在是没跑了。对对对，冲老太太鞠躬啊，姑奶。哎，是，好的，行呗，鼓的呗。哎，鼓的，吃饭了呗？收了。哎，收好了，行呗，鼓的呗。哎，鼓的呗。这边啊 ，goodbye。哎，老太太英语太熟了。起来，哎呦，俩人早就合计好了。是是是，这老太太说不定就是特务，哎，是是特工，哎，会英文，是学生，这要给咱们举报了，哎呦，可不是，我们可不好办。对呀，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们天蒙蒙亮，哎，对，现在走你也跑不动，是是是，凑合出去呼伦证，是是是，天蒙蒙亮，咱俩就跑，赶紧的，哎，别让他发现了，嗯，啊，这人拿着衣裳，第二天早上起天刚蒙蒙亮，嗯，爷跟这美国人俩人换着这些土布的衣服，换好了，推门出去。高抬脚是轻落地别出声，就怕出声。对，俩人四个眼睛不够用的，哎，看哪儿呢？看着没猫起来了，没出眼啊，嗯，这高抬脚轻落地就这么一踩，这脚底下喵就一声，又怎么了？这个老太养那大白猫那尾巴伸在这儿，一脚给踩，太寸了，猫这么一喊，老太太醒了，推门一出来看踩着猫了，啊，说了话了，啊，呀，鼓的毛呢，哎，老太太真不辣你，我的个天哪，跑吧，别鼓的猫腻，别他妈鼓的猫腻了，跑吧，俩人一中一扬奔来就跑，好家伙，老太太刚睡醒这么一晒，嗯，哎，这两个人呢，嗯，怎么穿着我儿子的衣服就跑了，瞧出来了呀，嗯，是贼不，哎，来人呐，抓贼呀，解放军偷东西了，哎，行行行，抓苏联小偷啊，正这功夫啊，50多个房子，嗯，不知道从哪儿出来呀，800多民兵，嚯，啊，这村庄下这么多人，拿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砍棍射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，什么带钉带刺带棱带刃带铁丝带绒绳的，扔得回去来回来过去，好了，这村后来扫听啊，这叫方舟。说往这店家的村里跑。哎呦，这时候追呀，啊，倒霉催的！哎呀，后头追喊那英雄留下姓名啊！别走嘛！啊，说不好，这么一追一跑啊，可出了事！怎么了？跑散！哎呦，俩人跑丢了！俩人跑丢了，这怎么弄啊？但是啊，嗯，你爷挺美。啊，他高兴什么呀？我带那么一个，哦，也是累赘啊，还真是大累赘啊！我带着他，我先生，我是粗布裤褂，哎，我是老百姓，是，啊，他行吗？我怎么解释？长那么老高啊？我说这是姚明，有人信吗？你这哪有这个啊？
怎么说？我不理他了。哎，对，我自个儿来吧。自己逃命，自己逃命。嗯，刚刚发现还是得小心。哎，怎么就老牌特务是啊？多么大的经验是？怎么啊？身上有不该带的东西，不该带什么？过卡子一搜给搜了怎么办？我都带什么了呢？搁美式的波克箱。哎，有武器那不行。格劳特呀。哎呦，可不行啊！带着金表。哎呦。兜里揣着一根写字的泰克笔，还是好东西。金笔是啊，这怎么能这让人搜着？是没法说、啊。我怎么弄啊？老百姓没的啊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行了，刨坑埋了。哎呀，怪可惜了。刨一坑，嗯，把这个金笔、金表是假的，劳斯丹顿。哎呦，不是假的呀，僵尸丹顿。哎，是是是是，僵尸丹顿，刚听明白了，八千八件的。哎呀，行了。这波克箱，哎，对对，这是八星八箭，哎，行，搁在里头，还是山寨，搁兜有钱，啊，拿出来金银券揣回去，金银券行，美金埋上，美金不行，这就说买点东西啊，啊，4-5万块钱美金有吧？嚯啊，你山寨的至于那么贵吗？全加上4-5万美金得有，哎呦呵，光扔了挺可惜，是啊，我做一记号啊，搁别人给我刨了去，哎，这小别人拿一小旗儿啊，写上字儿啊，写，此处没有买手枪手表。你还不找一人送吗呢？你这边不吃饱撑的。说在这儿，看看这块有什么地形特征啊？啊，地形特征。我们胜利了，我回来掌柜。胜利不了了。行，旁边有一棵大杨树，记住。行，走。你这么哪儿是？华北大平原多少棵大杨树？有拿这当参照物的吗？这个没想好吧？这什么？走，活命就不错了。是，赶紧走吧。主要惦记着你父亲。我父亲。你父亲在北平城里头。哎呦，你得知道你奶奶已经重庆了。啊，是是。已经重庆，他一直在北平城里，你爷爷不回去就饿死。哎呦，这他饿死就没有你了。哎，是。没有你不可惜，就没有当今中国相声界。你就问问，别往前倒着说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回去为了拯救中国相声，你爷爷义无反顾回北平。回北平。屋就往回走吧，又走了一天一宿。哎呦，哎呀，走在这儿，嗯，看你牌子啊，有牌子，墩子上面写三个字，写什么？马军桥，马军桥通县。哎呦，到了通县，马上就进北京了，真不容易，太好了。是啊，接着往前走吧。再走，这一天跑的，嗯，脸上都泥，那是肯定的，都泥，是是是，一身的土。哎呦，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对，抱着腰往前跑。哎呀，往前跑，嗯，哎，这怎么弄啊？嗯，跑到那儿。自己哎，还挺美啊，这就是农民了。对呀、啊，你看这一身土，一身的脏。是啊，农民，太好了。对对对，碰见傻子我也不怕。对，是能扔东西我都扔啊，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走走，奔前走。嗯，正好赶上解放军的卡子。哎，小当兵的，嗯，背着枪在那盘查呢，都这样。你爷爷呢？这半天一走，本来呀，老百姓人也不查。是啊，他半天一走呢，你看当兵心里发怵，哎呦害怕，这什么卡子？哎，对，过去不过去？你不过去吧？过去不过去？自己琢磨这过去或者不过去。是啊，自己这奔前溜达，争夺卡子门口，当兵也瞧见了，决定不过去。不过去，不去，不去，不去。而这还老这，我这一老废物吗？这你想明白了再走啊？这哪儿走？跟前人走一辈子，哪儿一有门？我当兵给疯了啊！是，我脸上有什么？对对是，啊，这摘了啊是，摘上哎得，哪一部分呢？那哪部分？哪一部分？你爷爷他跑不了了，回头，报告你，不报告，那你点，你报个这个，老总，老总，还淫笑啊！我就是当地农民，你先先先先先。这军统怎么教的呀？这都对，当这农民们当兵拿着枪啊！哎，这这都逗乐。嗯嗯嗯嗯，编，哎，接着编。是是。嗯，我跟你说，哎，化妆潜逃的反动派我见得多了，是像您这么笨的，哎，少。我又该取义。别废话，嗯，滚！哎，得，拿枪一比划啊。还是，哎呦，还行了，走，哎得，走，带着连部去，没跑了。连部什么地儿呢？嗯，过去地主家大院。哦，大院。哎呀，大院，这个把地主打倒了呢。嗯，把他的土地抢过来，我收回来，收回来，人民在那边，分给大家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分给大家。对对。然后呢，
这是这个什么呀？嗯，就把这个地主家大院啊，就给占，不是占，就征用。哎，那叫征用啊，征用。哎，在里边连部连长那儿正画作战图呢。哎呦，是政府那儿正给上级打电话，请战。对啊，首战用国，用国必胜。哎，是请战。哎，行，打北平了吗？这个对对对，请战。正这功夫，当兵的压着你爷就进来。嗯，这，哎呦，这干嘛推什么？一进去，连长就坐着啊，旁边政委，嗯，一进来一看，啊。怎么回事？没事。怎么回事？当兵赶紧报告。嗯，敲你杯。报连长，抓着一缺心眼的特务。哎，是，确实不机灵。什么的？特务就特务。哎，都是中国人吗？哎，干嘛侮辱人家的人格啊？哎呦，这么的？干嘛说人家缺心眼啊？你去，哎、那个面壁思过。哎呀，不错呀，真是讲气质，真是。哎，这过来。哎，蹲那。再见。蹲那，刚才挺客气，蹲那。啊、你是反动派啊？哎呀，行，军统还卖萌呢、啊，你这还是军统错误，合理意思吗？啊，吓傻了，不会说话了。哎呦，别跟这儿对，哎，啊，卖萌可耻，知道吗？也谢谢，都看过吧？啊。卖萌可耻，你是特务啊？不是，哎，报告连长，哎呦，连长，我是当地农民。行行行，不来这个，给捆上来才好呢，你这。哎，连长端杯水啊。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看农民，是是是，嗯，叫又叫回当兵了，嗯，这搜过没有？有，还没搜过。没有。搜搜，哎，行，这时候你看着我爷，见黄河不掉泪啊！该扔的都扔了，该扔都扔了，搜吧，随便搜啊！行，过来搜，两盒老刀牌新高乐，哎，这人自己买的啊！一打子金圆券，真自己挣的，一副梦露的黄色扑克牌，这他自己做的，这不是有这样的军统特务没有？挺贵，金表金礼都扔了，留个副黄色扑克牌，你这干嘛呢？这是？琢磨什么化妆？有几个原因？什么原因？第一点就是限量。你这，别提这限量。全球编号。你这编什么号？第二个，这是那个美国上校送给你爷爷的一个信物。什么信物啊？这个？哎，还信物？友谊的见证。还见证？哎，送这么一东西，还有一样最重要。怎么着？你奶奶不是去重庆？拿这当相片看是吗？自己跟。寂寞呀，行，不看现在，你现在弄一快船，你弄个片儿看。哎呀，别，过去就翻那么扑克牌得了。行，知道几张扑克牌一抖啊，当动画片。你这，不办了，别介绍。说这意思吧，说点好，说这意思吧。嗯。哎呦，太好玩了，太好玩了。哎呦，就这个，这怎么解释解释吧？点掉了吧。报告长官。这都是我捡的，还捡的，捡的哦，捡的。你看你穿的也不错，哎，是啊，粗布护冠，哎，对对，白毛巾缠头，嗯，一身挺脏，这是啊，我给解释解释，嗯，美军空军的军靴是这么一个意思。你这太傻了，这穿衣裳没换鞋。报告长官，嗯，反动派身上扒的，哟呵，我打死这反动派，哎，真能折说，就你找去，可能找尸体，大高个，长得特白，不知道美国人，我给打死了。你这看，打死了，我从他身上扒的。大高个儿，那鞋就这么强。哎，先看啊，不是，这是他模型。你小别提这模型，别掰啊！就说这，你找尸体，找着就证明我清白。哎呀，清白的，不用找。嗯，带进来啊！一说话，嗯，俩当兵的压着一洋人，穿粗布裤褂，美军军靴进来，一进来说了句话，你爷当时就哭了。这怎么着？啊，老陈，你爷来的，还惨点。潘金莲、西门庆，潘金莲爱西门庆。苏芒子建陈说四个花篮：上海真流氓、邪医、众北京女流氓。嚯！苏芒子建陈说各二十花篮。海淀妇联，海淀妇联来了啊，打官司官司。苏芒子建陈说六个花篮：吴瑶、王辉。苏芒子建陈说十个花篮：车厘子。苏芒子建陈说十个花篮。丰联张先生送王子健陈说十个花篮，深圳的朋友，你说是谁？你送王子健陈说五个花篮，懒猫还懒猫呢？
老猫送王自健陈硕俩花园，薛高哥哥看见你我就饿。河北保定的董荣小姐，董荣小姐肯定是女的啊。送王自健陈硕五个花园啊，我佩服董荣小姐，有我的命。范正杰玩，站起来。实在干不住，咱们翻场啊，说一个小段儿。是，赶紧我得瞧病去了。赶紧，瞧病瞧拍的啊！我得赶快去新兴。你，瞧病都拍出一不孕不育了。新兴像话，可以了吧？啊，东大都行。您还是瘦啊。谢谢大伙儿，抓紧说一小段。是是是，说实在的，就我这个搭档，好哥不容易。哎，是我。这当然了，这个为什么说这么好？从小就是文艺青年，是吧？文青，哎，文青。小时候不觉得啊，上小学上初中那会儿，普通青年。是。后来大一点，文艺青年。哎，人听的。哎呀呀呀呀呀！我这那什么什么的，这二什么什么的青年是吗？是吗？什么都是嘛，二什么中午不是，就没那么回事啊。说这意思吧，文艺青年。哎，对，从小啊，尤其是，有一个台湾作家对他影响很大。台湾作家哪位？三苗。三苗是谁呀？三毛。三毛。哎，三毛。三毛，嘿，三毛对他影响很大。对，三毛跟他的老公外国人，哎，他们俩年纪差距很大。对呀，哎。老妻少夫，是他那会儿就憧憬这样的生活，哇，憧憬这样的生活啊！二十出头，哎，想找一岁数大的，比我大，但是二十就喜欢姐姐吧，哎，就行，喜欢御姐，想找一个不用自己，还御姐，御姐干嘛呀？就比自己大，御姐吧，比自己大，就是梦里想找一御姐，梦御姐，你这行，这个。很茫然，你说什么？当然很茫然，简直道歉啊！很不好，不好你还说不好？说吧，就是做梦想把御姐行的大几岁了，大姐姐找个姐姐吧。是。后来呢，真找着了，真找。他那年二十三，二十三，二十三，二十二，二十二，二十三，二十二，找了一个比他大也不太多。对，46。耶，认一干妈去是吧？46，俩人大轮子都。一块儿吧，这个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。能怎么不错呀？那你想啊，年轻轻的，对不对？身强力壮的，啊，没有耕坏的地，只有累死的牛啊！你这什么形容词儿？这日子过得不错，哎，但是后来啊，人家要求一份稳定的生活啊，那是人家到岁数了，不能跟你小孩瞎折腾了。对呀，走了，哎，他早点走了，说是分手吧，但是呢，一直也没有正式跟他说。是短信，是电话，是您哪怕来封信，来个 email 了啊，没提这事儿，那人不见了，哦，消失了，他也沉沦了一段时间，后来幡然醒悟了，还是啊，不能找岁数大，不靠谱，年龄是差距，对，啊，找一岁数差不多的嘛，是，找一年龄相仿的，哎，俩人处朋友，这多好，哎，处朋友，但是呢，一直很纯洁，但是没有发生过什么，就在准备发生的这天，哎。在陈硕他们家，啊，陈硕那姑娘一吐口说行了，陈硕啊，洗澡去了，哎，是赶紧洗澡去了，哎，这不懂玩这小鸭子，小鸭说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成功了，我多大了这是？洗澡吧，洗澡吧，正这功夫怎么那么寸？怎么的？手机可落在外屋了。是啊，那姑娘拿着手机正玩游戏呢，啊，本来什么都挺好。是啊，那姐姐给她发短信了。真没眼力劲儿，那姐姐也是觉得自己这么走了也不好，哎，说跟小伙子一句交代都没有，啊，干脆跟他说一声吧，哎呀，给他发了一个分手信息，大概内容就是说年龄差距太大，是啊，我岁数太大，就大概这么一信息，发过来之后，你那女朋友一看，你洗完澡出去人都没了，找不着，怎么回事？找不着，因为这条短信，这女朋友也不跟你好了，为什么呀？姐姐写的太损了，写什么呀？分手吧，啊，你实在太小了，太。深圳的朋友送全体五花园，
上海真流氓协议中北京女流氓送全体20花篮，这流氓车厘子和不能到场的樱桃送全体10花篮，叮当当送全体5花篮，电脑前的白痴猴送全体20花篮，车厘子送马奇5花篮，谢谢。给樱桃唱首甜蜜蜜，暗影猫送马奇2花篮，丰年张先生送马奇5个花篮。那么今天5花篮呢，我就是在大家退役前给大家唱唱。我唱一个呢比甜蜜蜜好的，我唱一周旋的，您听得少，别人也不敢拿啊，这活叫夜上海。这越想好，您别看这嗓子这形象真的像周旋，周旋靠穿的开了4大褂，插金边，高跟鞋垫，软烫头，眼睛非常大，其实他的眼睛是拉的，有点跳。这小子你唱这样，夜上海大乐队啊，加着鼓，那时候没有吉他，有塞克的管，有叫塞克风，有黑管，有提琴叫 violin， 有大摇高的贝斯，有小号叫川贝，开始小号，不不不，我学不了，我就学唱，哒哒。夜上海，夜上海，你是一个不夜城，把灯起，歌声响，歌舞升平，只见他。笑脸迎，谁知他的辛苦闷，夜生活都为了一所住行，酒不醉人人自醉呀，呼天呼地走过了金陵，蹦蹦蹦蹦蹦蹦蹦，酒色朦胧全眼真呐、啊，大家归去行而回，那转动的车轮，谢谢。对对对。